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霆锋酱，我是 Harry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吃情人节大餐，算大餐吧。算大餐。我们今天吃的店呢，叫做蒜心蒜，是艺人邵廷开的。那当然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还是它好不好吃。它是单一价位的，然后有和牛。跟大家讲一下，它的店里面呢有很多很不错的汤头。那它有四川麻辣鸭血豆腐、老坛酸菜白肉、台东浓郁剥皮辣椒、胡椒猪肚、蔬菜羊肉跟昆布。那我们这次点的就是剥皮辣椒鸡跟麻辣鸭血豆腐，然后价格一个人988，所以是一个人988加服务费吧。我觉得应该是有加服务费，应该是要加服务费，大概就是一个人1000出头块。他一开始上来的时候就会给你一个拼盘，对，但是那个拼盘看起来很饱。火锅料的拼盘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有两种冰淇淋 Cold Stone 哈根达斯，很好哎、欸，两个都是顶级的冰淇淋。而且我刚一进来其实就觉得一切感觉都超棒，酱料盘菜就是拿那个自助吧的地方都觉得很干净。对，我一定要讲，就是他们的酱料居然有香菜，这个蛮难得。还有台啤哦，饮料蛮多的，台啤也是自取的。那、啊、肉品的话，有美国 Prime 煎小排、澳洲和牛 M9 的、美国 CAB 的安格斯牛，然后台湾牛的沙朗跟台湾牛的脆胸，还有美国顶级牛腹肉、台湾酵母梅花猪、台湾酵母培根猪跟牛澳小肥羊。它的海鲜还有东石鲜壳、食用级干贝。啊，蟹管肉已经是食用级，是生食级，生食级，食用级，还有工业级吗？工业级，对，然后还有澎湖小卷，就是海鲜的部分东西不算多，但是如果说来的东西好吃的话，我觉得 OK 啦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会帮大家试完所有的海鲜跟肉类。又来喽，嗯，它有个药膳的感觉。这个是麻辣的嘛，对不对？适合汤头中。好喝，有辣，但是那个辣不是在喝辣油的辣，是它真的香。好，我现在要喝一下剥皮辣椒的汤头。那剥皮辣椒里面是本身是没有料的啦，有辣椒本人但没有鸡肉。很辣哎，剥皮辣椒的味道很重，我喜欢。那我先来吃一下培根猪吧。好，因为它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就先来涮。至于火锅料的话，我可以可能想要挑喜欢吃的就好。对啊，因为火锅料这样子吃一吃也半饱了。好，这个是麻辣口味的培根猪，一下味道。它本来还有一个培根牛，只是我退掉了。哎，猪好吃，嗯、应该是台湾猪啦，台湾猪是一定好吃。它没有猪味哦，嗯，它没有臭猪味。怎么办？我怎么觉得我光吃到这边我就已经爱上这间店了？错，因为这间是新开的，他们同事有来吃，然后自推荐。对。然后后来我们去查一下，发现好像真的有点东西。有点东西。有点东西。我想试试看脆牛，因为我不知道脆牛是什么。它蛮大一片的。好，吃到台湾牛不太容易耶，所以如果说它台湾牛好吃的话，应该蛮厉害的。它的产地是台湾牛，我觉得这就很屌。它的油花是脆的，嗯、油花有嚼劲，有一点点像筋，但是是脆的。推牛脆胸，我推。冻上来说，想说天啊，油花太多了吧。这个牛脆胸是完全可以续点。嗯，安牛要不要？好啊。哎，水莲煮在黑辣椒里面，好好吃哦。美国的安格斯牛。牛脆胸比较厉害，它这个肉有一个比较柴跟比较酸的感觉，但我觉得牛脆胸真的很屌。但是相较之，它这个还是很好吃，因为印象中安格斯牛好像比这个还在硬，但它们已经算软的了。哦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把台湾牛的部分都点起来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再来是和牛，我要试试看牛肚。澳洲和牛，我非常期待的部分，基本上可以说啊、逢吃必失望啊，算稍微生一点，不要让它太比较生一点点。我已经有想法了，很酸，但其实 not bad， 但是就是没有和牛感，就是对，没有到和牛感，比较像是低脂牛，为什么？有点像低脂牛，就是如果说我是为了和牛而来，我就失望。但因为这间店它不是，它没有主打和牛，它不是主打和牛，对，所以就我觉得还 OK。那么我来吃一下这个蟹脚了，大概就这个尺寸，很小，还不错，因为你看还有壳，很香。然后这是花枝姜。花枝姜的话，我可是专家，一吃便知道有没有用。我跟你说有，满口花枝哎。我只能说上、真的吗？因为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吃，没有到好吃的点是什么。姜的部分，它花枝是 OK 的，姜的部分比较没有那么的香甜。所以你的点是在它有姜。对啊。然后呢，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像蛋的东西，这个到底是什么？就这样，这么厚，吃吃看。它就是玉子烧。但还不错，有一点味道，有点像炒蛋。鸭血怎么样？是有汁的哦。鸭血还 OK， 有入味了，鸭血有入味。
好，来吃一下火锅料。这边捞了几样火锅料，有这个小章鱼算吗？忘记它了。忘记它，刚刚在辣油里面捞到的。嗯，还不错。再来吃这个牛肚，牛肚还不错。还有这个杏鲍菇，杏鲍菇就杏鲍菇。再来是这个叫什么红喜还是白什么菇吧？不知道，忘记它的名字。不是红喜，它可能就叫秀珍菇吧。也有可能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然后呢，麻辣的这个豆腐一下味道，算大块哎，没有那么入味，没有跟鸭血比的话没有那么入味、哦，但是很辣，没有那么入味，但是很辣。然后还有这个排骨酥，就排骨酥。这个虾仁，你看它真的就是一只一只在里面，东石来的。My ring 可是东石小孩。是。煮过之后呢，没有特别缩水。感觉好像可以更熟。对，我们把它丢回去吧。那我来试试看它的小卷。小卷。小卷。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珍珠茶超好喝。这是什么茶？很酷，它是花椒白桃乌龙绿。好。欸、小卷很好吃，小卷非常的甜，我觉得不错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算一下这个牛腹，牛腹肉这个比较肥一点点，两侧都是牛油花，比较涩，涩一点，但我觉得蛮香的，肉蛮香的。它的油花很香哎，肉蛮香的，就是它的瘦肉的地方比较涩一点。好，现在来吃煎小排，吃起来非常像安格斯。煮太久有点硬，可我这边有没有煮很久，我会觉得有点像。那我现在要来试一下沙朗吗？沙朗哦，好像比刚刚那个煎还要好。但我吃到目前觉得最屌的，其实还是脆胸，对不对？虾饺，这个全部都是虾的。好，来。虾超多的，我这个至少有三只。哦，这虾饺就厉害了。它里面有脆脆的东西，像萝卜之类的。主要是真的很多虾，吃牛肉吃了很多，吃一些羊肉解腻。羊肉会解腻吗？哎，小肥羊，我有蘸酱，好像有蘸酱。蛮好吃的。但就羊肉。好，那我们吃一下梅花猪，梅花猪应该就可以吃多一点吧。梅花猪，因为他们的另外一个猪还蛮好吃的，培根猪。对，所以我就很想试试看梅花猪，因为也是台湾活菌猪吧，来试试看。真的，他们梅花猪很好吃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说以牛肉跟猪肉来讲，如果是台湾猪的话，完全不会输牛肉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好吃。那我们已经吃完了今天所有的肉类了。对啊，全部都吃了吧？我们全部都吃了，漏掉了，全部都吃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准备出去，最后做一个总结。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感想。日本生食鸡干贝忘了吃，其实我觉得我们有点把它煮太熟，因为我们直接是忘记它。认证真的干贝，好的干贝，赞的赞的，好吃。如果我们有控制火候，应该会更爆。对，因为我们是直接放到里面煮到干掉，但它依然好吃，还是好吃。然后我们点的蛋糕，隐藏版的可可起司，还有一个，然后一个是柠檬起司。柠檬起司，然后有一个是什么焦糖什么的，被点完了，要不然我感觉应该很好吃。好，我们就等甜点差不多这样。蛋糕，哎、欸，坦白讲，我吃的蛮饱，但是我看到这个巧克力蛋糕会有点食欲。对，其实我都只能吃一口哎。你自己说点一个，我们一起吃，就你后来说，那我这个也要点，因为他写隐藏版，然后我只要想点柠檬，然后你就说不是有可可。哎、欸，好吃。可可反而还好，它是有点像是蛋糕夹杂在里面。然后因为他们这两个都叫做起司蛋糕，可是我觉得都没有很起。但这个柠檬中间吃起来口感比较像慕斯，吃了一堆肉就是很需要吃到这种。吃完了肉的部分，品质平均值是有的，猪肉、牛肉你都可以找到还不错的品项。其实以今天我们这样吃的价，一个人大概就是1000左右了。对啊，虽然说有很多选择，但是这一间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可以放列入考量的店。有时候在外面吃单点的时候，好像也会差不多超过或是怎样。有的吃到饱真的很雷啊，它也是六七八九百的选择都有，然后但是就是很雷。对，因为这是吃到饱。对，那我自己的话会考虑回访，因为我平常本来就食量没有那么多，所以如果我要带
家人或者比较会吃的人来的话，我就会来，我还是会来吃。所以是会回访哦。会啊，会。结论就是，我觉得蛮可以来吃吃看。对，整间店没有雷吧？对不对？我觉得没有雷耶。没有雷，所有吃到的东西都是 OK 的。对，就这样啊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。我是谢饼干，我们都有频道哦，他还有 IG， 我也有 IG 哦。好，那么就这样啊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又炸开了，又开始了，再也控制不行，太控制不住了。你顺便帮我吐一下。